副长曾木心。好，谢谢。看一下。完全无感觉。今天好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带头施打 AZ 疫苗，笑笑说施打时完全没感觉。目前来讲哈，倒也没有什么哈特别的一些情况，不知道肺有点酸酸的这样，什么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。周一早上7:40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带头一前一后施打 AZ 疫苗，紧接着台大医院院长、副院长，还有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也带头接种，各医院也陆续开打，包含双和医院院长、林口长庚院长也陆续接种，总计全台58家医院收到共40000多剂的 AZ 疫苗。至于国产疫苗加速研发中，最受瞩目的就是在进行第二期临床试验的高端疫苗，目标6月前可以通过许可。目前卫福部已跟高端进行500到1000万剂的预采购协商，预期月底之前就会签约。个人的意见，我认为如果国产疫苗能够成功，那总统带头来施打那很有一个意义，因为这国产疫苗可能是长期要来支持我们抗疫的一个有效的工具。官员医护带头施打 AZ 疫苗，国产疫苗也在加速研发中，要建立大家信心。三省王勋、陈又荣台北报道。